30块钱给两件，30块钱给两件的呢。谁买谁合适，谁买谁，这个多大的，来我们找来。干活太大的没用。多大的多大件，我们找来。这人不高个。一米七啊。1米6啊，1米6那个1米5。多斤。20件，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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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件，
啊，现在是3:30，卖了十多件衣服，没多少货了。划了划了桌面上，能有100件，车里面能有40-50件，140-150件吧。一天卖一包就够用啊？一天卖赔钱，卖800。800挣多少钱呢？700呗。800挣700，还有这号码，还有这号码呢吗？对。暴利吗？这不？啥玩意儿？啥呀？里面这？这家用，这家穿。啊？这家就。咋的？谁都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上海拉尔了。这海尔刚拿回来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干老北行不行，明天我拉200斤春饼吧。不是，直接把这鞋垫就给你得了吧。哎呀，这是成捆卖的，就多钱一捆啊？4-5捆啊？几副？一捆10副啊？不是10个吗？多钱一捆啊？8块钱一捆啊？8块钱一捆？15-2捆，行不行？那行，太够用了。够用，大方的。这质量还好。这你穿这么大，腿这么大，行。腿这么大，穿去呗。正好穿着吧。别脱了。这边用的，这边。这边肯定是叫合适的呀。2件30块钱。对。便宜。五。其实它装东西也好看。行啊，蓝娃哎，还有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买5件都合适。那小子留了6件，那小子啊，这些兜里没钱吗？拿微信呢？你微信真没有，大一没钱，开玩笑呢，我能办个大红包？没有0钱，告诉你，能破费吗？能破费吗？能。等着，多穿点吧，阿姨，你穿的少，多穿点吧。我没事，我你再感冒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时候就容易感冒。我还寻思找一个好色的，再给他找一个，没有了。再找一个，先买2个，先穿着，啥时候过来再买啊？走吧，慢点，叔叔阿姨啊。哎，咱到家了，朋友们啊，现在是7点钟，6点钟我就回来了，给我冻回来了，太冷了。卖了18-19件吧，18-19件。媳妇煮的面条，吃完面条咱就睡觉了。媳妇蒸的这个鸡蛋。等会儿睡觉。
哎，好久没吃面条了。哎，前两天吃四板面，家里面是好久没吃面条了。哎，媳妇擀的面条，行吗，朋友们？啊，真匀乎啊！瘦肉果，今天有点热了，今天出去的早。不是11点多还是12点，好像不超12点咱就出去了，摆了5-6个小时。我刚才在抖音上看了一个直播，20000人，就是做了一个大牌子，给你一瓶易拉罐，易拉罐呢滚到哪儿呢，就是给你一样礼品，什么红肠、鸡腿、饮料，还有什么燕雪三样，就是这个瓶子轱辘到哪儿呢，上面写着是什么呢，就给你什么。然后这个主播呢人气那么高，还在没挂黄车，咱也不知道是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挣钱啊、嗯、我就没看懂。5万9的粉丝，直播间20000人在看。然后我看了一会儿呢，我看了8-9分钟吧，然后我再一刷，又刷到好几个同样的直播间，直播间有100多人的，有几十人的。朋友们有刷到过这种直播间吗？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挣钱的咱不知道啊，不理解。然后那个主播就是有的观众在那边排队，就是说参与这个活动嘛。那个主播就是参与完活动之后，假如说啊，今就是你用那个易拉罐鼓了过去之后，你中什么奖之后，然后他说是你给我一个给我点个关注，就是意思给个求个关注。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的要关注的情况下，代价太大了吧？啊？那一罐可乐，有的一个鸡腿咋的得2块钱3块钱3-4块钱，但是这么要关注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我觉得他会有别的方式挣钱，但咱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挣钱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吃完了，我再观察一会儿，再刷一会儿了哈。